分贝岛今日张灯结彩，将有大事发生。教练，教练，现在向我们走来的是老一辈 rap OG 苏醒老师，完全不想理你，哎，他走，马上过气了。花露相迎，神秘损友上线。私底下也喜欢养鱼，你喜欢养鱼？没有爱情的人怎么办呢？永远单身的朋友能办？现在苏醒这次翻红能持续下去吗？分贝收官演唱会拉开帷幕，你的耳朵准备好了吗？之前我说定要实现的一切，我从来就不会后退。一点一点我终于发现，一点一点爱这样蔓延，就让这首歌来附和你的我的，绝不能说就这样做个老 baby， 忘掉那些是是非非，老歌手不需要太完美。